嗨，通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艾弗林，怎么样？我最近还不错，你呢？还可以。我听说你开了一家公司，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公司吗？可以，我的公司叫 MCT， 我来做主持人，婚礼的主持人，所以我介绍我们的华人的朋友，婚礼。Party 开 party 就是听起来很棒，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雇佣一个婚庆主持，我们想确定他有丰富的经验，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婚庆主持经验吗？肯定啊，那第一个我喜欢唱歌，所以我在婚礼里面很喜欢唱中国歌，老歌新的歌都会唱。第一个，第二个我会用力说话给别人介绍。很有有开了一个好玩的风景吧。所以你做这份工作有多久了？差不多14-15年一共现在。哇，这是很久的时间。对。但是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婚礼更加的活泼一些，比如偏西方，你怎么把中国东方的文化融入到一个就是在美国的西式婚礼之中？我觉得那个回答就是音乐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想给那些老人家开心的话，我唱歌唱那些老歌。那比较年轻的人呢，他们喜欢跳舞，所以我会跟他们做那些跳舞，比如说electric slide 或者 cha-cha slide 那种的，他们会喜欢。所以你混在一起的话好玩。哦，是这样。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如果是我想要去找一个就是会讲中文的司仪，我希望他对我的文化有一份就是深刻的了解。对。你的汉语是在美国学还是你真的是在中国待过然后了解我们的文化？我在中国待过一些时间，我开始大学毕业的开始在武汉当英文老师教英文。那时候我就是学了中文教英文。然后后来我去日本然后台湾，所以我在你们的环境差不多2年。然后就是亚洲以后我会来纽约，就是有很多中国朋友，我们去唱 K 啊，或者喝酒啊玩，所以我就是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很长时间，所以了解很多东西。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如果有一天我跟一个西方人结婚，我也会邀请你到我的婚礼上，然后给我的伴侣带来一种不同文化上的冲击。那肯定啊，谢谢啊。